家好，这是我的第二套的那个什么 fall 跟秋天的夏季尾末跟秋初的这个 outfit。那这一件呢是非常简单，这边里面是其实这是一个短袖的，就是一件长裙。那因为早上有点凉，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回到家以后。在路上啊，搭公车或者是你骑机车或怎么样，就比较或 even 那种骑脚踏车都会觉得有点凉意。那我就里面就有一个这个长袖的这个，好像就是一种 T 恤，长袖的 T 恤，就把它加进去。这样子晚上早上啊，你去上课上班，或者是晚上回到家，然后在这个时间，假如说你上课的话，在教室。有冷气，或者你到图书馆的话，那种冷气很强，你都可以就是做一个保护，然后保暖。然后那如果你上班的话，办公室里面大部分的人，我是在那边想说，一定就是有那些也是有冷气嘛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工作上班你会觉得比较暖和一点。那这种装饰，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简单的一个装饰。你只要找到一件什么长裙或者是短裙都可以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主要的就是一个长袖的 T 恤，就是加强它的保暖程度。现在外面是因为是初秋，所以早晚还是有点凉意。那中间的话，不管是上班上课，然后你到什么去买菜啊什么，到那些一般的那种便利商店也都是有冷气的话，这样子你可以做一个。保暖的程度。那我接下来要介绍我另一件的那个什么我的穿搭马上就回来。